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神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上次的影片，是那个破风使者的开箱介绍嘛？然后就有人底下回复说，就是竹鼠没有介绍到。对，其实竹鼠我真的忘记看了，所以我来扒出第二部影片。那晨光哥在我们拍第二部影片之前啊，他又买了几个炫炮的东西，跟第一部是有关联的。好，那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账号到底又新增了什么东西。好，那上次有人留言说战地忘记看了，其实你要说忘记看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啊，因为我想说大家战地八千不是也蛮普及的吗？所以我想说如果说没有特别高的战地，我就没有特别的看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是这个战地好了，战地是8147，那8147的话就是标准的八千战地啦。那竹属性的话我们就放着最后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到底买了什么炫炮的东西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有第二代的披虫跟第三代的披虫，他因为要来个多披运动，他把第一代的披虫也收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有可爱小皮克、提塔尼亚、欧佩龙，这三个就是一代的披虫，所以等于说一代来二代三代三代都有了多批，好不好？那因为他的宠物装备使用的是月光水晶钥匙，所以等于说他现在想要用一代还是想换成二代还是想换成三代，他随时都可以套用他的这个装备能力，太神了。应该目前啊风之谷里面我只有看过他是三代披虫都有的，我还真的目前没有人看到就是有人收集三代的披虫，有点疯狂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炫炮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是它其实原本就有了，但这个是我完全忘记了，因为它真的太少人在使用了。大家可以先猜一下是什么东西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马上给各位看，就是凝聚的戒指。然后它收集了五个，看一下右边，伺服器内重复套用效果，暴击几率2%。暴击伤害2%，然后有5倍的效果，好不好？凝聚的戒指是之前有一次出在黄金苹果里面的产物，但因为它的效果在很多地方都不套用，因此这个现金道具并没有火起来。所以说买这个人基本上都是大佬，好不好？那因为像是我自己就没有买，小资玩家，所以这个东西我看到的是真的觉得它确实是有钱人在买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号主，他有特别提的是这个吊宝装。吊宝装的话，他这边已经帮我排好一排了。来，双吊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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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只要吼穿上这五件，封闭就满了，吊宝也满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应该大致上应该都介绍完了他的账号了。那他也算是个刚起步的玩家，他还跟我说他最近又预定了2件的六牌装，所以他这个装备是还能再更好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也看一下他的主属性。那跟各位讲一下，他穿的帽子是减7的帽子，所以他的主属性大家可以用穿减 CD 帽的主属性来参考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主属性，先开个封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属性是72000，那其实72000的话，其实我自己就认为是很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其他的 ARC 跟 AUT 我记得都非常低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的 AUT 只有50，然后 ARC 还没满1180，所以它还有成长的空间。聊天室，再加上它其实穿减 CD， 就像是我的狐影，我穿的是竹鼠帽，所以竹鼠80000的话，其实差不多等于减 CD 的70000多啦，大家可以这样子想。所以号主他要是培养到后面的话，那真的恐怖了。好啦，那基本上介绍完之后呢，我来干一件大事，就是啊，好久没玩破风了，好想玩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因为大家记得我之前玩破风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就拿一下他的账号，偷偷打王一下，然后体验一下破风的爽感。说老实，我觉得破风吼，他的技能是相当华丽的，
不知道你们信不信，我这个之前没有玩破风是因为被我朋友影响，也不是说他伤害不高，好不好？那马上来偷玩一下。好，因为既然要偷玩他的账号，先记住一下他的这个技能配置，因为我有自己的键盘嘛。其实我还记得我破风的键盘是怎么配的，记忆力还行。好，那破风使者就是要先开风妖精之剑，好不好？先开风妖精之剑。那我刚把键盘都改好了，我们去贬个死屋好了啦。先贬个死屋好了，真的好久没玩了。其实我觉得破风使者要开那个，要开音效哎、欸，来，技能音效等等都要放一下。他那个技能音效真的好听，不会太大声了。我去变个食物。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放只小鸡，哇，越鸡越爽。OK， 好，马上打。他没有永久瞬移死，管他的，天堂。应该是不用集魂了、啊。好了，不集魂的，直接开call。被晕有点多次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拿大风来射他一下，把技能开开。来，我们先送他一颗螺旋丸，怎么说？绑一下，哎、欸，好爽哎！来放个大风，挥一下，来开个风转奇响，来了，电流来了，我们看用希尔福之臂能不能直接扛一下这伤害？来 ，miss， 怎么说？希尔福之臂太强了，这是我之前玩破风的那个觉得。破风强的地方啦，他那个希尔福之臂真的太强了。然后因为穿减 CD 哦，我们这个漩涡巨球马上又好了、哦，立马又可以给他敲一下，然后小鸡给他转向一下。然后因为开全特效、哦，其实有点看不太到食物在哪里。管他的，我们玩开心的，一直被推。好，开个这个蜘蛛，小鸡转个下，转向一下。哎，我忘记开个东西了，哇，翡翠花园啊，这个就是要开的、啊。哎，打一打，食物就死了。哎，舒服。好，食物进场，直接绑一下，绑小鸡，漩涡巨球，直接全部送他，开个爆发，可以，再开个风，哦，这个大风伤害相当高，风转奇想开一下，阿尔法、就是、东西被动开一下，哦，来，我们飞一下，天空上飞一下，食物推不到，可以，往上飞一下，哎呦，快要被推到，好，再放个小鸡。然后因为减 CD 的话，漩涡巨球真的哦，开个希尔福之臂，漩涡巨球真的是，哎，一直推，漩涡巨球真的 CD 变好快哦，以前没有玩过减 CD 的破风，然后小鸡要记得控一下，只是因为哈、哦，这个希尔福之臂直接扛，哎，太强了，我发现你是喜欢玩破风会被宠坏哎，那个完全都连招都不想躲，漩涡巨球开一下，可以在天空上。哇、哦，真的强！这个华丽，这个华丽感，这个风可以小鸡转向一下。哎呦，来了，放个小风，然后利用守这个守护者荣耀加个伤害，可以哇，打巨量输出。哦，可以，哇，再放个那个漩涡巨球，哇，这伤害相当高，比狐影还强了，可以。啊，看来狐影可以卖了，特效的料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开特效的料哎、欸，看我来。空中漫步，直接在中间没有死掉，可以完美。再放个风，他应该是要死的，可以吹一下，爽吹。再放个这个，漂亮，打完了。欸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啊，这样打完下来的总结，我自己是认为破风使者真的，听说他最近要改强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玩一下破风使者，我觉得他是强的，老实说。好啦，那最后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晨光哥，他愿意借我破风使者的账号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很久没有玩破风了。好啦，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有在艾蒂亚看到晨光哥的话，记得跟他打声招呼。好啦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